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甜椒可以改善黑眼圈，但肝功能不好的人最好少吃，以免增加肝的负担。对或错，请抢答。My God， 莉莉亚，请作答。错。恭喜你答对了。恭喜他们，今天都答对耶。最后一题，甜椒营养的丰富，不仅能够改善黑眼圈，经常吃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对或错，请抢答。对。凯莉，请作答。对。恭喜你答对了。哇！有看答案吗？没有，没有。我今天水准很高嘞，我很强。来，齐慧宣布一下积分多少？好，这个回合的积分呢？我们的心妮姐零分，凯蒂很棒，有两分哦。莉莉亚也很棒，也有两分。所以心妮姐你要加油了。好，这样子好了，甜椒什么营养成分跟大家讲清楚。它最有名的还是维生素 C 啦，是哦，因为甜椒的维生素 C。很多可以让你有这个美白啊，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比较少啦，增加皮肤的抵抗力啊等等的，所以它主要，另外它当然还有一些维生素 A， 对对，像绿色的有维生素 A， 这个红色的有维生素 A， 黄的没有，黄的有叶黄素，叶黄素，对对，那这些都是植物化学素，对于身体抵抗这些自由基啦，对，还有心脏血管疾病都非常好，是对，所以那像它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像钾啦。钾对，对它蔬菜一般特性都是钾高钠低，所以对心脏血管也都非常好。是，所以像这种蔬菜都应该要多吃的啦。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它上面写说避免吃甜椒，以免造成经痛，是不会造成经痛，不会。它甜椒比较温，就是我们一般蔬菜都可以多吃，但是在生理期的时候，寒性的食材就少吃一点，比如像苦瓜啦，是，像这个空心菜，哎，像大白菜就比较寒一点。但是这个没关系，这个甜椒啦，像芥菜、香菜、南瓜这些都没问题。是，对，是。有没有知道甜椒从哪里来？甜椒土哪里来？从哪里来？土里，从土里。什么东西改变改良？辣椒。没错。耶、yeah, ，那我可以加一分吗？这问题耶，还没有是非题耶。辣椒哪一分？就从辣椒把辣拿掉，慢慢改变成这里。不用，我还变很大颗。好，我个人加你一分。谢谢。哇，加两分吧。什么两分？好大碗大。你们俩一起喝吗？你这样讲的很对，那就不加了。好，第二题。经常熬夜啊，可以多吃鸡肉炒甜椒，不仅可以预防黑眼圈的生成哦，还能够消除疲劳。真的假的、啊？鸡肉经常熬夜那个人首先掉了，这个经常就不行了。对对，可是鸡肉炒甜椒比较好。不，它因为它补充了它的蛋白质，因为我们这个甜椒的蛋白质大概只有0.8%哦，不是那么高。对，但是你刚刚我们讲在预防黑眼圈，蛋白质很重要，是，所以甜椒有很多的维生素。然后它有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啦，但是鸡肉它有维生素 B， 有蛋白质，就两个有点互补啦。好，再来，不仅能够改善黑眼圈哦，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这单也是简单啊。对，刚刚我已经对我刚刚已经讲过，它的钾含量高，它维生素 C， 哦，这都对心脏血管很好。是，对，然后目前的积分是221，好不好？那个我私人加给你。那如果我等一下只差一分，你要跟我一起喝哦。因为这样子不好。对啊，怕什么都好，什么又不是你们喝，跟我说好。好，我就跟你喝。好，没关系。黄色的一组。来，第一题，甜椒要怎么挑选才能够选到新鲜好吃的呢？请可兰示范做法 A。甜椒呢，一定要看外表。越大的越好，重点呢，因为越大的它口感好，一定要看我们的地头的部分。地头呢，如果干枯的话，有点枯萎的话，代表它水分不够了，所以地头也不可以枯掉。所以要挑选地头没有枯的，然后越大的越好，就是好吃的甜椒哦。好，这是可兰的示范，我们请齐慧示范做法 B。好，怎么挑选新鲜又好吃的甜椒呢？我的挑选方法有两种。第一个呢，你可以弄你的手来摸一下，它甜椒的表皮呢，摸起来是非常的薄的。那第二个，你可以把它拿到光底下面去看，它如果有一点透光的话，可以看到里面的果肉呢，代表它是非常好吃又新鲜的甜椒哦。请抢答。啊，我觉得是 A。A 是不是？确定后。猜的。我猜的，好，答案是，就是 A， 越大的越好，地头不枯萎才是好的。好哎，
那在挑其实很简单哦，比如说你现在看这个，这两个一看它的地头就知道这个比较不好，对，这个比较好，有点烂哦。然后再来就是你再看它整个有没有任何的撞伤，对，凹凹的，软软的，然后捏它的时候都是要有弹性的。放太久的时候会萎缩，那个会萎缩，会干干的，甚至有皱纹，那甚至还有还会出水，有皱纹，对，有时候还会出水，哦，所以挑这个胶其实蛮简单的。好，好的，再来第二题，甜胶要怎么保存才能够延长保存期限呢？我们请可兰示范做法 A， 教我们准备蔬菜们跟水果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白报纸，用白报纸呢将我们的甜胶给它包起来，然后呢。就是放在阴凉的通风处，这样呢就可以保存的比较好咯。怎么保存甜胶才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呢？我的方式呢就是准备一根筷子，接下来呢第二样东西呢可以准备一个塑胶袋，那我们可以用筷子呢在塑胶袋上面呢大概穿洞一个小小一个小小的洞，那大概两面都可以大概穿十几个洞，接着呢将我们的甜胶呢放进来我们的袋子里面，接着呢再放到我们的冰箱放冷藏就可以咯。请抢答。这题我放弃，不想答。我觉得应该是 B 吧。确定吗？因为去超市看甜胶都是用保鲜膜，但好像没有，但没有穿到，要穿那么多洞好搞缸哦，好累，好像没有冷藏。冲爆彩椒，相信入味很重要，但要怎么做的健康又美味，就来看看詹姆士怎么做。要烫彩椒，稍微烫一下就好了，你一定要过水，不然温度降下去就没有香味。冲爆原来是这样，感觉好健康的冲爆，很健康，看现在香气都出来了，蒜头味道也出来了，对，好，彩椒放进来，哇，就这样，太简单了吧。它在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冲爆的味道就非常香，好甜哦，好吃，它那个冲爆爆的太好了，